西方有个传说，指出曾经有一块大陆叫亚特兰提斯，在远古的时候神秘沉没到海底。而杜拜有一座刚开幕不久的超奢华饭店，取名就叫做亚特兰提斯度假村。它呢很厉害哦，里面有超大海底世界，鱼儿悠游其中，蔚为奇观。去年九月，在杜拜棕榈岛开幕的一家高档饭店，以北京奥运八倍的烟火，让全球焦点照过来。这座耗资新台币480亿元打造的度假村里头，真的有一座海底城。You join us in a water world at the brand new Atlantis Mega Resort here in Dubai. 如果没有亲自走访，很难想象饭店里有这么大的海底世界。鱼儿悠游于模型间，仿佛这里真的看到亚特兰提斯的遗迹。It's home to 65,000 sea creatures living in 42 million liters of water. 在1500多间套房里。有些还是水底套房，可以和鱼儿日夜相望，仿佛就置身于超大的水族箱中。而这里还有一个海豚池与专属的水上乐园，游客待在里头就可以玩得不亦乐乎。不过房间一晚要价500美元，大约新台币17,000元。在全球景气冷飕飕时，是否能持续热潮还有待观察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